谢谢。嗯，哎呀，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小手指头，是我的。菜看起来炒得不错，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？嗯，赶快请夏太太来尝一下。这个专利的是要由太太来尝，来，你来，夏太太来尝第一口。你喜欢吃辣的？对，正好。那个表情要开心一点哦，看看有没有幸福的滋味在里面。开心，嗯，开心，很嫩哎，很嫩啊，嗯，好不好吃啊？你觉得它的做的味道如何？然后评价可以打几分？嗯，我觉得做宫保鸡丁的话，第一个鸡肉它一定要嫩，嗯嗯，这个它已经有做到了，嗯，然后辣也是有的，对，然后辣中还带一点香，对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有没有吃到幸福的滋味？幸福的滋味，我再吃一个。好，看起来不错吃哎，再吃一个以后，我再给他打分，100分是满分，你给他打几分？他这个不做菜的人，就第二次用刀切鸡肉，99分，哇，棒啊！哇，金刚你自己也吃一下，看自己的手艺怎么样？哎，我都在流口水了，我们也尝尝看吧。好，你尝了给自己也打个分数吧。好。比我想象中好吃哎。嗯，你不能吃辣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吃一下这个，还有什么配菜啊？就是麻辣肚丝。麻辣肚丝。嗯嗯。这是圆梦厨房还是整人节目？没有，这是羊肚丝哦，很棒的哦。嗯，而且是特别为你们准备哦。谢谢。嗯。那个一定很辣。嗯。哎，脸色变了，你猜好不好？可以，还需要水啊？还需要水。可以，那个。那您怎么了？我想，这有一点辣。好，那你先去，我们停机一下，你先去喝水，没关系。对，我会让。对不起，太辣了，是不是太辣？他完全不能吃辣，对不对？太辣了，没关系，让他喝点水。像你老公这样子，常常换工作啊，你站在你的立场，你是他太太嘛，将来共度一生，会不会有点担心？我觉得。担心的话是一定会有的，对，我们是人嘛，不可能说我们今天，我们对未来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恐惧。那我觉得恐惧主要是来自于一定是经济的压力，因为对对，我们总是要先自给自足嘛，我们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。对，可是那其实对于他这次的转业来说，我觉得。他只是暂时没有收入啊，就是我们看事情可以换一个角度，有一些存款在那里。对对对对，他只是暂时没有收入啊，对，并不代表他未来不会就没有收入。对，那既然是暂时没有收入的话，我觉得啦，我自己另外一方面是我把他看成是我自己的一个投资啊，对，因为我看到他的才华跟他的看好他，对他的能力，对，那是我看到的，所以我会觉得呢，他就很像一只还没有爆发的潜力股，所以在金刚的眼中啊，他太太给他的幕后的支持的力量是最大的，对，不然他也没有勇气这样不停的这样换呢，啊。嗯怎么样？那个金刚怎么样？有没有问题？OK。他怕辣。哎呦，怎么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啊？哇！袁金刚怎么回事？谁生日？干去了？谁生日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太太生日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明天生日。哦，对，是真的吗？我刚刚忘记。真的？对啊，对啊。因为我想难得我们不是天天可以上节目，我发现金刚真厉害，所以刚才呛到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。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有跟那个制作单位那个有讨论过后，原来保密到这样结构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骗到我了，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他刚刚的脸好紧张，我想说糟了，怎么办？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蛋糕是我喜欢吃的口味，芒果口味。嗯，是的。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真非常感动，虽然还掉不起，没办法掉泪的，还是掉一下，节目需要你落泪的。那可能要好几十秒。哦，真的。许个愿，许个愿，许个愿，来。OK，
在我心里呢，我觉得我的老公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啊。然后呢，我希望最重要的是，我希望他身体健康。嗯，对。所以先有了健康，才可以一直写作下去嘛。Okay, 对对对，才可以去实践你的梦想。那我希望说，他就可以健康，是我最大的心愿，最大的心愿。好，那我们来吹蜡烛，好不好 ？OK OK， 好，来一起吹。好，好，来，一二三。哦，谢谢。是，你刚刚对太太说啊？对你蜡到后面去，太太一直在夸你。其实。世人会看到我每一次转换跑道似乎都光鲜亮丽，可是只有你很清楚，我每一次转换是非常害怕的，非常焦虑的，然后辗转难眠的，对，所以这每个过程你都看见了。然后呢，但是因为你给我了很大的支持，你会让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对，然后呢，你让我觉得你看让我看到了我的价值。有的部分我甚至连自己我可能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呢，好像我们讲人生就像一个看不见的未来，可是因为你在我的前面，让我的眼前有了光，所以我敢大步的迈向前去追求我的梦想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一定要成功，因为大家都叫你傻妹，我知道。所以我一定要尽快成功。对，那也请你好好赚钱，继续升官发财这样子，对我可以更那个无忧无虑的写作。这个才是重点啊！希望你成为下一个李安了，变成一个大作家。祝你今天生日快乐！我们很难得来到摄影棚，对，谢谢。那我们做个切蛋糕的仪式，吃完饭待会儿再吃蛋糕。好。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用心走叫梦想，一条用脚走。叫现实。我们今天的来宾夏正康，工作上的身份不断的转换，梦想中的出走和回归循环。他说，只因为灵魂和荷包总是此消彼长，两者各有可求。如果说生命是一场华丽的冒险，他的职场生涯有过太多次让人惊奇而漂亮的转弯。如果人生不能重来，何不现在就往想要去的地方走。我们祝福夏正康在未来的寻梦旅程中能够拥有金刚不坏之身。这里是圆梦厨房，我们下周再见。